西方史学史是摩尔派，然后马比昂整理了中世纪未刊文献集成，是达里希的重要助手。马比昂的研究比较广泛，涉及文献整理、中世纪教会史、古文书、古文字、考古学等领域，皆有撰述。他编有《圣本都住持全集》，1667年出版。书中按内容进行文章进行分类，按时间顺序进行排列，编有序言和评注。在达西里所收集材料基础上，他与同人编著了《本都会圣徒传》，1701年9卷出版。序言中，马比昂对传中涉及的主要事件进行了说明，讨论了誓愿制度，澄清了一些神话传说。